叫咪，佫有甚物代志，尽量讲起来。遮有人要点歌，什么人？就是我本人。你本人？因为我就介意王世贤大哥诶，我感觉伊唔呐戏搬了好，歌唱了好听，人佫声音有够引导诶。你若要起来就对啦。嘿，无唔对，拜托你还我这个机会好不好？来。耶、yeah! ！你是要跳我的耶？这个叫自肥啦。慢慢走。家己点，家己要起来跟王世贤合唱啦，所以讲哪有这款代志哈？哎，王世贤大哥，我可以跟你合唱《云中月圆》吗？可以啊，我处理。好、哦，你处理。你嘛差不多嘞，哈。安、啊、娜，咱做伙唱歌，我阁唔知你什么名。哇，我叫做朱子提。子婷了。子提。子提啦。子提。大哥，要下。你，我先检查看有签字笔无。你要签哪里？喂。你嘛是变哪啦？要好唱啊，袂？我唔知事先袂无啊，无意见哦。唱一点嘛，无要紧。OK。哦，感觉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哦，好，我哋做你最后一个机会了，好不？来，拍只破来分掉。来。会唱的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？谢谢。云中月圆，天星伴相随，一首情歌。我要送乎你，无论你伫倒位，海角天边，拢是代表我的心意。春风微微，花蕊送香蜜，一首情歌，我要送乎你，不管石头会烂，海水会干。我要永远深深爱你。虽然世情多变化，我也将你放阮心肝。人生旅途亲像梦一段，情歌永远有人听。海风海浪了解阮心声。你签到位，谢谢王大哥，那可以帮我签名吗？阿莲啊，签名哦，刚刚那个人都有。不是，问题是刚刚那个人来签字比例啊，这你别针灸哟。签名别动刀位啊！喂，啊，麦阿莲啊，哎，嗯，王世贤是，您真是太好命了。为什么？我刚碰过徛在这徛了三年啊，嗯，拢无人要跟我合唱，嘛无人叫我签名。嘛，无人讲唱过一半来边个讲牵手，这是什么情形？那观众朋友喜欢听你们讲笑话啊？是啦，是啦。他长得很像笑话吗？好了，子提啊，今天跟王大哥唱歌了哈，然后这比袂签的啦，这才针灸你啦。啊，你起码有一个要求，你要对王世贤做出什么要求？你可以讲。王大哥可以抱我一下吗？你那没海贼老大人去跳楼，你敢讲？这规世人拢唔捌有人要甲拉。你要经过碰哥的允许，因为这里他是长辈。哦，我讲我无意见，少年人啊，但是少年人做主都好。哦，好嘞，好，可以吗？来。哎，干嘛？我还没有提出我的要求啊。
我在这边站这么久，也没有人跟我抱过。来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，谢谢，谢谢子提，好了，鞠躬鞠躬哈，谢谢你，赶快去做好你的工作。哦，今天听你要来，我谁人要来的？啊，正经的，过去你有真侪好朋友嘛？那个林清国啦，哎，好不好？袁小迪，袁小迪啦，哎，林俊彦啦，哎呦呦，这种你的好朋友嘛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今天到底什么人来到现场呢？袁小迪啊，什么人呢？好，你们刚刚走来去看什么人来？哦，哎呦，这是日本歌，叫做《头特运动》。咱听林俊彦，林俊彦拢是唱日本歌，是不是林俊彦出现的？到底是不是林俊彦来到现场？我们，那你们闪闪细细动不动的了？哎呦，真正一个真日本三人出现了。这是不是阿贤的好朋友林俊彦的？有志啊！哎，哪里个？有志，有志就是你演一个的名，有志。也是啊，人生内的男主角。林母啊，月下叫我捧一波。咱像那观光夜市上盖站的摇头啊，拜骨要甲你补身体。哦。摇头啊，拜骨甲我捧起来。摇，哎呦，真正有这个物件。讲到月下。演月下人正是陈美凤小姐，伊这个人讲伊是因老母月下，捧着摇头摆骨，背后有子啊，有子啊就是王世贤，要甲抱着。吼，哎呦，鬼话捧公公，这内底上少有三十米的摇头，所提炼出来七七七的高钢，提炼再提炼，浓缩再浓缩，是，哎呀。要帮助幼稚啊，身体健康。啊，过来嘞！查甫的食美容，查甫的食太阳。食太阳。卖好白讲。好，你是先忙，请你狠心。你得。喂，大家好。哦，小弟后面的。哎妹。后面你是来乱的，你知道吗？明显的就色的。哎呀，你是痛啦。无啦，啊你。伊迄个男主角，人个《夜市啊人生》演男主角，啊，即拄啊咱唱啦，我在地嘛。哦，你也在地？系啊。迄间咧高雄讲你也在地。我是有高雄。去绿岛你嘛在地？有影。啊，等于家人你嘛在地？我台湾囡啊。你台湾拢稳当咩？啊，你说恁母啊，原来要甲你报的。哦。我有高雄桥，拄摆起来去夜市啊，拄啊看我夜来要甲你报的了。哦。讲你跑去是？阮家都有啊。啊，对，家闲咩？哦，家闲哦。哎呦，咱唱啦，观光夜市啊，上盖赞的哦。大安花园观光夜市，是是是是是。你有诈骗来无？啊？你签名？你要搞签？我是十个人上个中文所在，帮你搞签者。喂，卡头乌呀！我卡真贵。好啦，好啦，你无够交代啥无啦？无交代啥？讲听歌啦。哦，听歌唔买点歌啊？你唔爱唱什么歌啊？嘛，点歌。嗯。回调。四季红啦，四季红，大家四季拢平安，身体拢健康，赚钱赚个八八八。四季红，四季红，甲瞧落去。哎，谢谢。春天花正清香，双人心头做冰冻，有话想要对你讲。在烫烟烫，多一项，讲了有百项，肉温笑，目睭干，你我恋花滋滋啊。夏天风正轻松，双人坐。想要对你讲，啊，不知是痛也痛。哎呀，那多一项，那甘也有百项。哎，阿妈温笑，目睭干，水在日头滋滋啊。拢是用脚踏。
感谢王世杰。